那现场呢还有看到，哎，今天很特别哦，这个是这平常这个车子应该是在那个高尔夫球场才看得到，你们从高尔夫球场开来的吧？哦，非常特别哦。其实现在呢，有很多的前锋车哦，都有不同，有的可能有的会用重机啦，然后有这个哦，如果在以前应该叫什么铁马吗？屁股袜对吧？铁牛啦。哇，你看这个呢，摩托车前面哦，这是三轮车，它这样是龙头哎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龙尾哦，它是有头有尾哦，它把三轮车装成这个龙头。对啊，这个非常有创意。对，其实每一年呢，还是呢，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创意哦。求保生大帝来护佑淡水平安寺，留下种弟子，大家都能够比如说想什么就有什么，然后呢有什么愿望就许什么愿望，这是以现在比较现代的话来讲哦。那以前呢，大家呢来祈求六位神尊，就是呢护佑大家能够阖家平安，大家能够出入平安，大赚钱哦。有的朋友也恭送我们圣驾哦，哦，这个人所谓的咱诶参拜诶三敬三拜哈，到了哇，这个古装打扮，这是咱的八仙会哈，哦，来有请我们所有的八仙。
谢谢八仙师傅哈，那在编导祝寿的时候，八仙齐聚哈，有我们瑶池金母呢的蟠桃会哈，很多人呢也都应该都有知道哈。来，这是咱的牛山哈，来，咱的牛山也很特别哦，咱的三轮车，这个应该是三轮车吧哈，三轮车呢，咱的牛山哦。然后后面这一台也很重要，这一台叫什么？你知道？这一。